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欢迎你收看哲青的直播，每个礼拜三晚上在书房里的读书会，读书房里的小旅行。那非常感谢大家来到哲青的书房，来今天的滤镜偏蓝，对啊，试试看嘛，对不对？好，来看一下哦，大家晚安，来俊如，还有谁呢？还有泽瑞、悠悠，户外好冷，对不对？好，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陆陆续续上线了，然后 Jerry， 然后包括了傅晨，哎，真的叫郭傅晨吗？好，来 Selena， 来包括了古欣，还有谁呢？大家陆陆续续上线来了哈，今天应该没有足球可以看了吧？哦，大家之前都说，哎，那个，来子琳生日快乐，谢谢哦，这个大家的支持哈。然后月琴，还有谁呢？晚安，大家晚安哈。还有嘉玲，然后怡珍，休息了两天。对啊，对啊，我也希望今天脸书不要卡卡，这上个礼拜真的是很让人失望哈。来。子琳，这个礼拜你会来这个就是演讲对不对？我在准备一个小礼物送你，对啊，谢谢你这个这么支持，这无论是青春爱读书啊，或者是书房里的小旅行的直播哈。好，今年过年会出国吗？来，到时候就知道啦，对不对？到时候就知道了哈。好，还有谁呢？要上来？好，Kit 哦，还有第一次上直播，大家好，谢谢你们，对啊，因为我很开心哦，就是在直播可以跟大家来见面。今年过年的机票实在太贵了，对不对？好，一定会出国的。好 ，Lillian， 还有谁呢？好，这个对，今天没有足球，今天因为16强淘汰赛踢完了，对不对？今天所以大家应该要来看一下哈，下一场是周五嘛，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支持的球队。哦，这个礼拜呢，我刚好有几天有看球赛啊。就虽然白天工作很多，然后我现在就是我会看11点那一场哈，这是第一场啊，第一场。然后但是看完就已经1点多了，也很糟糕哈。所以大家不要那个不要这个熬夜这样哈。哎，今天脸书没有宕机，非常的好哈。好，上礼拜都来了，还有谁呢？好，足球休两天，然后就要下两天哈。来，子琳说感冒昏昏沉沉，还是要听你演讲。现在工辛苦了哈，来谢谢你哦，因为有人说读到了课本那个毒性的蓝衣女子，对不对？来，严老师晚安，上次谢谢你在那个我去佛光山演讲的时候，严老师还特别跑来哦，在脸书这边哦，那无论是脸书书房里的小旅行，或者是在我们这个 YouTube 频道哦 ，YouTube 频道的朋友都非常感谢你们来支持。今天呢，来好好聊一些这个轻松对素如在治疗牙齿，是不是？因为之前做化疗，所以说你要好好保重。尤其是我前一阵子也是在弄牙齿哦。好，我要多喝水，会的。好 ，Yvonne。还有哎，慧宇，大家都陆陆续续上线来了哈。好，虽然呢，最近呢，这个上课率哈，出席率很差，对不对？哦，因为脸书这边可能是我最近没 po 什么，因为最近是非常的忙哦，非常的忙哦，所以我就脸书没 po 什么。然后演算法的方关系哦，会把那个比较少 po 文的自动变成那个边缘人哦，社群边缘人哈、哦。所以虽然我在这个礼拜脸书突破了49万。那既然还是一个边缘人，我觉得蛮好笑的，啊！但是非常感谢就脸书这边的朋友的支持。那我们12月呢会有一些活动，我现在在计划当中，到时候呢就来，我们跟大家我们在线上来互动，来送东西哈，因为我东西非常的多哦，非常的多。然后呢，我也希望呢跟大家分享阅读还有旅行的喜悦，好，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在这个今天的直播呢，来我看到人上来哈。今天人数应该不太会变哈，我一直想说，以前我很贪心，我脸书我都要等破500，最早以前是破700，哦，后来演算法一改了之后，我想说等破500，现在呢，哎，今天连300都还没上，有点可怜。好，我来看一下哦，还有哪些人要上线来呢？好，请问在哪里？这是问什么在哪里？啊，在哪里？马上50万是不是？因为我不是那么。
对于社群软体这件事情，有时候我很挣扎，就是到底我们应该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这么用力在做社群软体呢？哎，我想要把这边的高度调一下下。哎，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点啊？好，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点？海啊海啊海啊，对啊，今天要讲海，对，但是稍安勿躁，好，稍安勿躁。好，今天呢很开心呢，能够在星期三呢跟大家来见面哦。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就是，但是大海对不对？大家想到大海都很开心，这样一起去看海。我先讲一下哦，就是为什么我要今天特别讲海呢？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哲青跟张荣发基金会哦，张荣发基金会，然后有合作啊，四场大航海时代的演讲哦。那个演讲呢，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然后呢，包括了就是葡萄牙人攻打摩洛哥的休达，然后他占领了伊斯兰的城市之后，他也成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哦，就是近代的殖民地。古代呢就已经有殖民地了，例如说我们看到了地中海，乃至于是华夏文明向外扩张，会有些殖民城市这样子，像我们知道了像印尼的三宝龙哦，例如说万隆哦，日惹一些也有一些啦哈、哦。但是呢，我们回头再来看哦，就是我们讲西方世界哈、哦，那西方世界呢，在14世纪的时候。当时呢，包括伊利利安人，包括了地勒尼安人，包括了腓尼基人，那么这些人呢，就在地中海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殖民城市。有些城市呢，就是我们今天都很熟悉的，例如说像是马赛，然后还有蒙地卡罗，就摩纳哥公国的蒙地卡罗，那这些呢都是以前的腓尼基人，他们包括了巴塞隆纳，西班牙的巴塞隆纳都是，巴伦西亚、瓦伦西亚。那后来呢，希腊人也陆陆续续建立了一些城市，例如说拿坡里 ,Neopolis, 就是新城市的意思，新城市的意思。所以就是我们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因为毕竟西方的观点是我稍微熟悉一点点，因为我以前应该说我在做的阅读跟研究里面呢，偏向西方一点点，然后要请大家见谅。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呦，哲青歌手，你没有什么东方的观点？应该说东方的观点有哦，但是呢，有时候你要同意很多论述的时候要很多资料。那就是当然讲在直播呢，大家开心嘛，大家开心，我们就轻松的讲哈、哦。好，那所以呢，平常高一点，对不对？其实两边一样高吧。哦，也没应该一样高才对啦齁，只是光不太一样而已啊。哦，我的脸都瘦，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不一样的大海这件事情齁。那大海呢，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地方哦。它这样的场所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地方哦。我在我的童年有一段在花莲度过。哦，所以对我来讲，花莲是故乡，高雄是故乡哦，这是毋庸置疑的。哦，那我童年在花莲度过的这段时间呢，当时就住在应该是这两个地方移动，一个是光复嘛，而另外一个呢就是雅士度饭店。如果是有花莲的朋友们可以上来讲，雅士度饭店旁边以前就是明德四街哦，那边有很大的眷村。那我小时候呢就住在那个眷村，铁路眷村里面。那从那个地方呢到海边其实非常的近，你说近也不近，那时候我很小，那我就会跟着邻居的小朋友，我们都一起走到海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那时候南滨哦，就太平洋公园还没有建，所以它是一个像悬崖一样的地方，所以你要走山路的，因为像走山路下去哦，然后到下面，而且中间还会经过一个铁路，然后走到最下面的时候呢，有很多大石头。那以前我就在那边抓螃蟹啦，然后就是有时候会有那个海葵，你知道吗？就海葵啊，有时候会有那个海胆跟海星啊，反正就是然后抓小鱼啊，这样反正就很好玩这样子、哦。那我在那个时候呢，就常常就有时候就是小孩子的时候，然后就看着海浪，因为我喜欢看海浪，那我就站在岸边，然后再看着那个，无论是风平浪静的还是惊涛骇浪的、哦，在我童年的时候，花莲港还没做好。所以呢，我对花莲那时候花莲港那时候
花莲港还没做好，所以那时候以前的花莲的海边是有很多的大石头的，哦，甚至大石头，现在这些大石头都掉走了，或是炸掉，全部都掉走了，哦，那我对七星潭其实也算熟悉，哦，因为那时候我姑姑家，我姑姑家现在还在七星潭，还七星潭，所以我小时候呢，就是我会在这些地方，花莲啊、奇莱比啊、七星潭啊、雅士都饭店啊，我的附近呢，那我阿公很喜欢钓鱼，那我阿公会骑摩托车去浸埔。跑去浸埔啊，有点远哦，去浸埔钓鱼，所以呢，我就是小时候就是在花莲的这一带海岸线，我就非常熟悉。然后我总是看着大海，看着大海，然后呢，想象，我就想象，就是哦，远方到底有什么这样子？应该是说我不知道他那边有什么啦。那我小孩子其实想法是非常单纯的，就纯粹想要知道那一边有什么，然后那一边有什么这样子。然后慢慢大了，慢慢大了。后来呢？后来就是因为那段时间我没有跟妈妈住，因为妈妈在工作，所以她就把我寄在花莲家。那后来我就住在基隆。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住在基隆，然后就跟那时候我跟我妈妈住。那我妈妈呢，在饭店做柜台，我做柜台，所以有时候她收到很多小费，收到很多小费，就是那个船员们会给小费哦。然后那个小费呢，因为我妈妈应该她有做过饭店打扫的，应该有做过，然后她有做过就是柜台这样子。总之，然后她就那时候她就很多外币，很多外国的钱，叫外国人给的小费。如果是拿到英镑啊，或者是美金啊、日币啊，她都会换掉，她都会全部换掉这样子，换成台币嘛。可是如果她拿到的是很奇怪的钱，她就留给我，我留给我。所以我小时候有一个像饼干盒一样的地方，那很多外国的硬币跟纸钞。还有一些那种邮票之类的哈，那是我的珠宝盒，那是我的小东西这样子，所以如果有那种时间宝的话，我就想要找那个，它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喜饼盒，一个圆的喜饼盒这样子。后来呢，就这段故事我写在两个地方哦，小时候住在花莲，然后我就写了星空吟游，然后我在我妈妈给我的纸钞，后来我就写了。我用那个故事开始，我写了超写浪漫，我写了超写浪漫哦，那所以这些都是我童年的回忆。哎，今天还有上来哦，这个是什么？夏之星哦，夏之星哈，桃园的海也很美，特别是夕阳，有去外景圈拍过了好几次这样子哈。哦，所以呢，就是对我来讲，童年是一个就是其实我很多人讲说写作实际上跟你的童年很有关系，那我以前还没有开始写的时候，我并不了解。等到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才理解到说，我们都是在回忆里面挖掘跟爬书人生的记忆，哦，人生的记忆的开始。然后呢，这个开端呢，就引领了我后来走向不同的地方。例如说，我对钞票、外币跟邮票，对地图的喜爱。然后小时候呢，我家隔壁是开杂货店哦，所以我对开店那个杂货店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有一种情有独钟这样子。可是在过去呢，他有一个读书一个老师，他家里很多书。我那时候很小去，其实我根本不懂得什么书。可是呢，那个老师的儿子比我大很多，然后他会很热情的跟我讲一些外国的事情，什么知识之类的哈。所以我就很着迷海外的故事啊，海外的故事。所以想想看，就是人的成长，人的成长，它其实就主宰了你后来怎么去思考跟看待外面的世界。我一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来，今天有人问哈，这个秀如问哈，有幸有去过台西吗？有，我去过台西，云林的台西。我在拍台湾波比的时候，我去台西拍过，哦，拍过那边那个安息府，我拍过那些庙这样子哦。那所以台西，而且我去台西的印象就还蛮有趣，很深刻哦。那是去，然后当地的那些在地的那些先生太太们，还有请我吃一些奇特的海产，那边不能说这样子哈，哦。好，那我们就这样。所以就是，最回忆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我想要跟大家讲，就是在童年花莲生长的那段时间，我总是凝视，就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看着海，但我觉得海很壮大。很悠远，然后天气好跟天气不好的时候差非常的多，对，它的样貌是万化千变的，哦，所以我后来在前一阵子我有写过一篇，就是在脸书上的短文，哦，那里有我们的山，那里有我们 有我们的海，等我们回去，等我们再来，哦，所以就是
我讲的就是花莲的海跟山，那是跟我成长有关系。那海的记忆呢，一直就在我的算是在我的存在我的灵魂里面。后来呢，就是当然就后来就搬去高雄嘛。那么在高雄成长的过程之中，高雄是个港都，所以我跟高雄跟海的关系又非常的深，这样子。那那时候呢，就家人会一起去西子湾，我们会在寿山或是鼓山看海，我看着高雄港的船进进出出这样子。后来我念书的时候又去左营，我去左中，那总共就是军港嘛。但是那时候军港就每一年就有几次有开放，就是让我们去看海军，例如说海军的基地啊，那个墩木啊，然后看很帅的海军乐队啊。所以后来我就考了空军乐队，我就去了空军乐队。所以虽然没有抽到海军，但是我去了空军乐队，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的那个这样看，让我对海有另外一种想象跟追求，追求哈。好，我的影片都没有办法报走中奖，可以啊，其实我的那个下班经济学可以报，但我们没有报，我没有报这样子。好，那总之呢，后来我开始旅行的时候，我开始登山，登山一段时间之后，那大家都知道，开始我对大海有一种，就那个向往在你的生命之中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渴望，越来越深，越来越渴望这样。所以我后来人生有一段时间就在海上旅行，无论是搭着商船到不同的港口，或者是拜访不同的岛屿，大海对我来讲是我生命里面非常特别的一部分，非常一部分。所以上次呢，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张荣发基金会找哲青来做这个大航海的演讲了，那我那时候对我来讲，就是又挑起了我内心某一部分，就是已经制服了，然后已经沉睡的对大海的渴望，对大海的渴望。然后后来挑起来之后呢，那我非常感谢就是皇冠出版社，那么他马上那一次的这个演讲，他把它全部变成文字稿，但是呢，就是文字稿给我之后呢，那我觉得说我想要在文字里面再加一点点我个人的旅行，还有这些故事。最早之前我想要，我那时候有一个概念就写大地的轮廓，大地的轮廓就是大海，就对了，是大海这样。但这个名字没有人要买一个书吧，所以呢，后来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是过去这么多年来，就是拜访了很多的海岸之后。然后那个概念慢慢在我的大脑之中成型所以我可以跟大家预告2023年下一本新书就是我的大航海时代就是我自己的大航海时代。那这个大航海时代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跟文化有关系，然后跟艺术也有很深的关联。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慢慢理解了世界因为我看见了世界，然后也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自己，所以请大家来期待，让我们读了就哲青的大海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是先跟大家预告一下2023年的书，就是哲青会写大海，写海这样所以请大家呢敬请期待，好，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海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要回到。文本上面来，对，历史上第一个出现大海的书是什么书？让你们来猜一下，历史上第一个出现大海的书是哪一个？这个很有趣哦，很有趣哦，第一个出现大海的书，有没有人想到第一个出现大海的书是哪一本？这在我的新书里面我会跟大家分享写到。那我会写跟大海有关的一切海的船啊、画啦、艺术啊，各式各样这些都是很值得跟大家来聊聊分享的好，老人与海吗？老人与海不是，这文学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本出现海的书。来，这个这边有人打《山海经》来，这个 WY Lee。打了圣经，有人打《山海经》跟《圣经》海海人生是不是？这个海海人生这个名字很草根很好。红海算是海吗？老人与海，好，来期待
环宇图也不错。好，圣经我们要先讲这故事里面，当然人类很早以前就有海，好像很多故事很久海，可是出现在文本这件事情，好，出现在书里面这件事情。好，好，哥伦夫发现了海吗？当然不是啊，我一开始就跟你讲了，西元时出现了海，然后老子，这也说不错。我们讲的是集结成书哦。其实刚刚有人已经达到了，是历史上第一本出现跟海有关系的，而且讲了海怎么样起源的。好，海怎么样起源的哈？我先跟你讲，大海这件事情哦，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文明，一开始都是恐惧的根源，它跟恐惧有非常深的关系哦。那我在我的文字里面，就是走在梦想的路上，我有写到航海一段故事嘛，就是晚上守夜哦。如果有星星、有月亮，还附近有船只的时候，例如说经过了红海啊，或者是经过了像是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哦，那个时候那因为它的海的海道还那个水道很窄，所以呢船可以彼此可以远远的眺望到彼此的船的灯，虽然它离你可能好几公里以外、十几公里以外。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看到彼此船的灯啊，彼此船灯。所以在海上的时候，你不会孤单。然后有时候呢，你一经过一些海，例如说我记得从那个亚丁湾要转进去红海的时候，然后海里面呢，有些水母会发光哈。然后船开过去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海里面在有一些有个那种亮亮那种荧光，你那个光很特别，就是你谈不上，你说不上那什么颜色的光，但是你知道海。有在发亮，这样哈，很特别哈。来，刚才我来跟你讲哦，就有人猜到大海嘛，第一本出现海的书哈，当然是他啦，圣经哦，就是圣经哈。好，那你讲说哲金哥怎么是圣经呢？来，我念一段给你听哦。这里面讲到呢，为什么是圣经呢？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好，这个圣经的创世纪，你看我那边画了这么多的线，这些以前要背起来哦，好可怜哦。好，他说起初呢神创造天地，然后呢地是空虚混沌的，好，地是空虚混沌的，然后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神说呢，要有光，好，这边我现在念的是这个哈，要有光，然后呢就有了光，好，又有了光哈。那神看光是好的，然后就把黑暗跟光把它分开来哈。然后呢，神呢称光为昼，就是白天嘛，就是昼嘛，对不对？然后呢称那个暗呢叫做夜，好，所以呢在创世纪里面出现的。是我们先出现了黑暗跟光明，那也就是呢有白天跟夜晚，哦，夜晚，哦，全部呢就是这样子，哦，然后呢他就看有早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然后呢他看呢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所以呢 将水分成上下，哦，所以第二天哦神就创造了大海，神就创造了大海，这样子，所以大海是圣经在神创造天地的第二天就已经出现了。那你知道你刚才有看有没有读到一段文字，他说渊面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看哦，它是一片黑暗哦，然后但是呢神的灵竟然在水上面走，也就是说呢其实 这个是一个很奇幻很超现实的场景，如果你仔细的阅读文字，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字叙述，啊，就是当时没有天没有地没有分成光，它就一片黑暗，因为没有光嘛，所以上帝才说要有光才有光嘛，对不对？然后呢它的灵这样一个运行在水面上，也就是说原来呢世界被一个混沌的大海所包围起来，后来因为有了光之后把黑暗 跟白天分开来，然后呢又把那个空气呢重的跟轻的分开，才有天跟地哦，所以先有日跟夜，然后才有天跟地，
这是圣经的说法，好，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用文学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文本，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哦。好，所以呢，神的灵就是漂浮在渊面，就很深很深，然后非常黑暗的大海上面哦。那所以大海呢，在圣经的第一章，也就是创世纪里面，它就是无穷无尽，而且被无法捉摸的一个象征跟写照。好，圣经它是神话。那如果你看过坎伯的神，乔瑟夫坎伯的神话学，包括神话的故事啊，千面英雄啊，神话是人类文明，好，人类文化还有人类心灵在发展的过程之中，然后我们怎么样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们怎么样意识到宇宙天地的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发展的历程。所以神话故事呢，无论是希腊神话，还是例如说是中国的、日本的叫创世神话，都跟人类哦从蒙昧无知，然后慢慢的发现，就是有了文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有，就想回想一下哦，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很小的时候，很多事情，想不起来，就是你看了你不能理解，脑中好像有一团雾哦，不是那个得了 COVID 之后的脑雾哦，就有一种雾雾的，很多事情想不通，看不清楚。随着你慢慢慢慢长大之后，你忽然好像懂了什么东西，好像忽然懂了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你的大脑里面就将世界的秘密一一的解锁开来。一一的解锁开来，所以呢，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话是非常特别的。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前几天我在青春爱读书，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我讲到了这个圣经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先知，他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编辑。那为什么我讲他是第一个编辑呢？当犹太人被巴比伦王国灭亡的时候，这些犹太的学者，拉比就是祭司哦。全部被抓去巴比伦里面、哦、去那边做奴隶。他其实不是，他就把他迁到那个地方、哦、但不是住在首都里面，他住在首都外面、哦、走到外面呢。那后来这些犹太人的学者就开始呢收集自己国家还有自己语言的故事跟神话。那么当时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工作叫抄写员，就是他所有的经文啊什么都用抄写的，因为以前是泥板哦，后来埃及传进来的这个紫砂草，哦，但他还是要人抄写，所以呢，他非常熟悉了苏美人的创世纪神话，哦，那他在创世纪神话里面呢，就有天地初开，然后大洪水，那犹太人的先知就根据了这些传统开始书写，就是哎，我们也有自己的创世神话，所以他就开始有了神创造天地。然后亚当夏娃的出现，乃至于到大洪水的出现，好，大洪水出现，然后有第一批幸存的人类，然后继续在地上繁衍。其实这个神话，如果你仔细看到，跟苏美人在巴比伦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这边的人的生活的神话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哈。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的一个故事，一个源头，这是在文明史上、历史上跟考古学上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大家都会讲这个，好，就是一学校会教，这是比较普通的。如果你在图书馆里面，你多爬书一些书里面，你也会看到这一些哦，这些事情哦，这些事情哈。所以神话呢，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它跟人类的心灵发展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的哈。那我刚刚讲到了哈。犹太人呢，就透过了就是他们自我的察觉，他们的先祖啊，就开始然后去厘清自己的缘起，就把这些神话收起来。所以后来就看到我们就是这本圣经，圣经很特别哦，它是集结成册的。你要在同一个时代里面，就是在西方世界里面集结成册的东西是很少的哈。好，那我们现在等一下哦。好，那。这边有一本书呢，叫做《被隐藏的众神》，好，《被隐藏众神》。那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考古学的作品。那这本作品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所写的哈。他写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神话，就是从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美索不达米亚不达米亚平原发展出来的神话系统，然后向外扩张。
它扩张之后呢，然后接触到其他文明，被改成他们的版本，好像版本。那有些神呢，就在现在强势的宗教，包括了伊斯兰，包括了像是穆啊、就是像犹太教，乃至于呢是基督教呢，那这些神呢，就慢慢的就是消失了。它并不是真的消失，它转化成其他的形态。那有考古学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块，就是研究上古的神明，哦，上古的神明，哦，所以这个就是这本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本书，哦，好，那我们回头再讲一下，哦，好，那在圣经里面呢，圣经里面它提出来，哦，大海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将这个翻腾的海水把它固定在某一个地方哈。那包括了圣奥古斯都，然后呢圣安博塞，乃至于呢是圣巴塞里哈。这些圣人里面哈，这些圣人都强调，就是说在上帝之城啊，在这些书里面呢，那他就反复的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如果你要了解大海的秘密。好，就像窥探上天的秘密，这神的秘密一样哦，是一种亵渎。好，这些亵渎，这圣经里面虽然没有写哦，但很多神学家试着呢从里面去拓展出去。那从这个元素里面哦，可以圣经哦，它定下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化的背景，一个文化背景，也就是大海是建立在。渊面一片黑暗的海嘛，对不对？海的下面是无穷无尽的空虚、悠远跟黑暗。然后呢，大海是有边界的，所以这个想象就开始建构了西方人的古代的天地观，他的世界观，也就是大海的周围往下之后，它瀑布嘛，对不对？然后呢，就会掉到无穷无尽、非常深幽暗的。深渊里面，掉到深渊里面去。好，所以这个概念是从圣经里面延伸出来的，哦，延伸出来的，哦，那人们相信呢，大海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那很多神话里面都有类似的，包括在希腊神话，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的神话，苏美人的神话，巴比伦的神话，埃及人，乃至于是我们所知道的希腊神话。好，希腊神话，那这些神话呢？都不约而同的提到另外一个上古时代的大事件，那就是大洪水。大洪水，那大洪水呢，实际上是很多考古学界在研究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到底有没有大洪水？然后大洪水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在爬书，就所有的大部分的上古的这些神话里面，几乎都有记载到大洪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哈，就是在古代。或许有那么一段时间，地球上可能雨一直下，然后呢，到处就是那种就是洪流哈，就是洪流就是肆意，这样到处有土石流啊，这样子啊，所以在苗族哦，在例如说在中国贵州啊，或者是广西壮族跟苗族的神话，跟中国文化没有华夏文明没有关系哦，他们有大洪水的神话，日本有大洪水的神话。印第安人有大洪水的神话，印度人当然更不用讲哦。那我们想知道，我们知道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神话，乃至于是埃及，然后就是全部都大洪水。那我讲一个有讲一个东西哦，就是我们看中国的历史里面有夏商周，那夏朝就之前就是你看大禹治水嘛。为什么大禹要治水？因为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上古时代一样是大洪水，好像是大洪水哦。你把那个时代把它平行切过来呢？它跟圣经的时间刚好前后哈，那圣经记载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是考古学界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大家都在思考圣经它书里面讲的这些事情，如果说真有其事的话，是什么时候？所以他们后来推定出一个时间，大概的时间哈，他们是从西元前6000年到西元前4000年之间。如果六千年呢？西元前六千年，也就是距离现在是8000年前。那如果是4000年前呢？西元前4000年，就是距今是6000年前嘛？6000年前，就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很特别，因为它跟苏美人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就是人类呢意识开始发展，然后呢开始然后在那段时间碰到大洪水。那科学证据怎么讲这件事情呢？
在西元前八千年到六千年之间，人类刚好碰到了最后一次的冰河期。那冰河期呢，逐渐冰河在消退的时候，世界上呢有大量的降雨，下雨下非常非常多雨、哦、那降这个地质证据呢，存在于例如说圣母峰的山顶，就是附近山区的冰雪万年的冰河里面，或者是南极的冰层里面。它南极那个冰嘛，它取出来的那些空气的样本，他们意外的发现就是说，哎，曾经历史上有一段时间雨下得非常的凶，而且这个凶呢不是只有北半球，包括了南半球也下很大很大的雨，很大的雨、哦、那这样子下了很大的雨呢，是不是就变成例如说女娲补天，就天塌了水就流下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像客家人，我们常常讲不是说这天破一个洞嘛，我们下雨的时候说天破一个洞嘛，对不对？ 有一些人我们讲的这些口语的东西，现在很俗谚的东西哦，就是很民俗口那个谚语的东西，有一些呢就直接指涉到了，就讲到了就是上古时代的人他看到世界的变化是什么样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光是从大洪水这里面就可以知道了、哦、好，那么在我们现在回到圣经、哦、创世纪里面的故事、哦、创世纪里面的故事呢是以人为核心跟目的，也就是说神是为了人类创造这个世界，但这个我们可以推翻它，我们可以推翻它。那人类呢 很特别哦，他看到山有形状，山有形状呢，大海没有形状，大海没有形状。那大海 它有边界，但是没有形状，因为除了沧海桑田，大海的边线轮廓会变化。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哦、就是说旧约里面呢，它记载了两件跟大海有关系的事情。第一个是神创造了天地，也创造了大海。那第二个呢，是神在诺亚的时代降下了大洪水。那水退掉之后，那个水去了哪里？答案就是存在大海里面，因为退掉就是流到海里面去嘛，流到海里面去、哦、所以在西方的文化里面非常特别哦，大海是危险的象征，这是大家知道，森林跟大海是危险的象征，他们没有事，他们不会去海边的，不会去海边。那渔民是例外，渔民是例外。那上古时代以务农的人为主，务农的为主，那 你幸运，或者是你就是生长在海边的民族，你大家看讨海为生。所以大海在海边的人，他们挑战的是未知、狂暴跟神秘。这个是在上古文化里面研究里面，就是你要先了解他们的心态是什么。这个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好，那对于古代人来讲，就是大海是大洪水的遗迹，就是毁灭掉地球上所有的人，大洪水的遗迹。所以海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呢，对于所有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它圣经里面其实如果你把大海的故事把它挑出来，你就可以依稀的理解到古代的人对大海的感受是非常害怕的，是非常害怕的。那当然这个可以讲很长一段时间，我会在新书里面跟大家慢慢来分享。那么呢，后来呢，这个圣经里面所出现的，包括了就是圣经出现的大海故事之后，我们就来到了古代的爱琴海。那爱琴海里面有两本书呢，有讲到了大海，就是这两本书，伊利亚德跟奥德赛，奥德赛。那这刚好呢是就是特洛伊战争，特洛伊战争跟奥德赛呢花了十年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家乡。那这两本书呢都提到了大海，我提到了大海，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那我因为呢，就是我很喜欢海，所以我的书柜呢有大海专区，大海专区呢，我拿几本给你们看，例如说，当然，燃烧的海洋，燃烧海洋，这个你看这个徽章就知道讲的是日本，讲的是日本。那燃烧海洋呢讲的是雷太海战，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惨烈的美军跟日军最惨烈的海战之一。那么在雷太之后呢，那个太平洋舰队，美军开始反败为胜，开始逆转了。中途岛是一个枢纽，但是呢雷太是正式的将这个美军
啊，美军呢将这个日军呢逼上绝境。那么在雷泰里面呢，也出现了啊，也出现了神风特工队啊，出现了神风特工队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故事哦，燃烧的海洋，哦，燃烧的海洋。好，例如说呢，讲到了就是人类的这个海，这吃的东西哦，就是这本书叫《谷物之海》，美国小麦如何终结欧洲帝国啊，哦，这书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哦，这个好，这也讲的也是大，这人类。透过了帆船运输的这些粮食，然后后来变成轮船的时代，怎么样去主宰人类的，去改变人类的文明走向？好，谷物之海。好，那来给你看一本奇妙的书，叫《爱的帝国》。这本书讲的是法属太平洋，哦，就是大海是危险的嘛，但是到了17、18世纪之后，航海家开始踏入了从大西洋。然后到南大西洋，然后到南太平洋，然后到北太平洋。那么在这段 旅程之中呢，不仅仅填满的是地球上1/3，应该1/4啊，空白的地图。那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段旅程里面，这段旅程里面呢，法国的航海家开始构思一个爱的大海，爱的大海，爱的帝国，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书哦，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讲的是法属太平洋。那我之前呢在直播里面有分享过，就是法属太，因为我在我的书《超写浪漫》也有写到哈，法属太平洋的纸钞是非常非常珍贵稀少的哦，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呢，可以找一下法属太平洋。好，那么当然呢，海里面的动物非常的多嘛，所以有这种奇怪的书哈，《海洋的极端生物》，海里到底有哪些奇怪的东西呢？除了阿凡达的水之道之外。有哪一些特别的生物，我觉得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了。那我们人类呢，人类最后所应该说西方文明最后所踏进来的大海就是这个，就是太平洋。那太平洋这个概念是怎么兴起的呢？打造太平洋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到，而且还有讲到七段旅程这样子。好，那当然呢，文学里面也提到了不少。那么讲到文学里面讲到大海，那最重要的经典，除了刚讲到的《伊利亚德》跟《奥德赛》之外，真正以大海为舞台，然后呢来展现大海的凶猛跟狂暴，也暗示我们人内心的不安跟恐惧的，就是这本书《白鲸记》哦，就是《白鲸记》哦。所以《白鲸记》呢，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本书啊。所以那书就是厚的那一本，是厚的哈，哦。这本书其实非常棒，我很喜欢这本书。这本书呢是我的心头爱之一。我如果写大海，我就很害怕能不能超过这本书，但不太有可能超过这本书啊。但我们试着用我的观点呢来写这些大海哈。但是呢，我们今天讲了大海嘛，对不对？那我刚刚只是跟你们讲说，大海的恐惧的起源，实际上在西方的文学里面，很早就将这个概念把它放进我们的大脑之中，在西方世界哈，也就是这个圣经嘛，在圣经里面有写到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要讲这本书哈，就是其实我是用这本书来当引子的，《我们的海》哦，《我们的海》。其实《我们的海》这本书呢，实际上它是讲的哈，要跟这三本书一起看，也就是呢，《爱的帝国》，然后打造太平洋，哦，打造太平洋。然后跟这本《我们的海》这三本书呢，讲的都是太平洋，哦，都是太平洋这样子。我其实还有很多跟太平洋有关系的书啊，因为呢，太平洋是我唯一就是没有坐飞机不算，然后就没有从海上经过的水域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在这辈子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愿望哈。但是呢，就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人生不可能什么都做完嘛，我觉得那也太夸张了。但我就觉得，所以我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理解。那在这本书里面很特别哦，在这个在这本这个《我们的海》里面哦，它跨过不同的地域，然后从不同的视角呢，还有串联不同的文明，从西方的文明、东方的文明到太平洋南岛语族的文明，然后呢将串联起来，然后讲了一段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我觉得这故事非常有趣哦，因为我那时候看了呢，包括了就是哥伦布哦，包括了当年呢哥伦布呢他没有到太平洋。
他没有太平洋，所以他以为他抵达了，他以为他就是抵达了，穿过大西洋之后，他就到了日本，他在日本的外面嘛，所以那个地方他登陆的地方被称之为西印度群岛，我大家不知道哈，叫西印度群岛。我这边有一本书，非常可爱的书，我要找给你们看。这本书呢，讲的是当年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然后他就带着传教士，后来他又去了三趟嘛。那么在三趟里面呢，后来就出现了这本奇妙的书哈。那这本书的内容是当年的传教士，他们用以讹传讹的方式呢，来书写加勒比海那边的那个的这人哈。所以包括你看到古巴，你看当时看到古巴，然后这个西印度群岛。那这本书里面呢，实际上它有很多很可怕的图，很可怕的图哈。他们用那种将加勒比海的原住民们将他们污名化。那加勒比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加勒比这个字就是因为当年的传教士就说这边的人很野蛮，会吃人哈。那吃人这个字的英文叫做 cannibal， 就是 cannibal。cannibal 是来自于那个古代的汉尼拔将军，他们说汉尼拔将军的人在跟罗马人作战的时候，把对方的那个抓的战俘就吃掉，所以他们叫你的行径很野蛮，跟汉尼拔一样哈。那这个之后就变成了 cannibal， 那 cannibal 就变成 Caribbean， 就变成加勒比，加勒比，所以加勒比海意思就是汉尼拔食人族的海，就食人族的海。那传教士呢，就用很多的方法呢去污蔑他。你看到没有？他们吃人，你们看到这个图，我看到哈，还有这边。你看这边有个头，你看到这边有个头，有各式各样的。这本书其实很旧的，这本书很旧。那时候我应该是在我在维也纳是哪里的旧书摊找到的，还是德国里面找到的？反正就是一本已经烂的书。这本书应该是1970年代出版的书，我来看一下。都黄掉了。这本书是1976年的书，1976年的书，版权页这边有写1976年的书，所以这本书呢，就全部就是讲说当年呢，他们这些野蛮人，你看到没有？他们怎么样吃人，在加勒比海这样子，加勒比海。所以我那时候呢，我的大航海的故事呢，也有写到这个，就是真的那边的人这么恐怖吗？可以好好了解一下哈。然后就来写这些，然后他们这些，你这个有没有看到那个像纳摩？你们看那个《黑豹二》的时候，那个纳摩，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这样生活的哈。好，所以呢，就是大海还有很多很奇特的故事。好，那大海对我们讲就也很神秘，也非常神秘这样子。那我们回到了这本书《我们的海》哈。那我们的海就是太平洋，因为我们台湾呢就在西太平洋地区，叫 西太平洋地区，所以在西太平洋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太平洋有什么样的故事，太平洋有什么故事。那太平洋的很多很多城市，很多港都我都去过，那对我来讲比较深的遗憾是我没有航行过，真正意义的航行在这一段大海上面。我们从空中啊，或者说以前去做那个什么维多利亚，就是冰河游轮，就是从加拿大的温哥华一路往北开，开到朱诺，阿拉斯加朱诺，那个是去玩了，严格讲不是航行，好的航行。那我去看过像巴拿马运河的巴拿马市啊，巴拿马市以前叫拿骚哦，那拿骚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后来成立了一个国家，我可以把这个国家的书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好，人类史上第一个海盗共和国，海盗共和国，这本书就是1708年到1716年18年之间，那么在加勒比海的巴拿马市成立了一个以海盗为主的共和国。那么这个国家呢，就包括了就是当时的海贼王叫亨利弗里奇，还有黑胡子爱德华第奇，有没有听像海贼王的名字？这是真的人，真的人。所以呢，这个故事里面就很有趣哦，讲的就是大海，一样是大海的故事了，大海的故事哦。所以大海有很多很多很多神秘的，很多我们不太了解的。那
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可是我们对海洋很陌生，非常非常陌生、哦、所以我其实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应该多多的去了解大海，了解大海。然后连我的这个，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哦，就是我使用的这个墨水，环游世界80天、哦、它也是用大海的颜色，它是用印度洋的海的颜色，这、就是印度洋的、哦、好，所以呢，就是、大海有各式各样 的周边商品这样子。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里面呢写到了很多的，包括像麦哲伦，然后还有像是美拉尼西亚的人当时呢成立了这个斐济公司，斐济显是个公司的名字哦。那斐济公司呢，他到最后他们怎么样？就是他们生产香蕉。你知道斐济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是只有在斐济，我在斐济第一次喝到、哦、就是用香蕉做的 rum， 它的莱姆酒，然后它的 rum， 因为我们去哈瓦那吃的就是用糖蜜用甘蔗做的，可是呢。斐济呢是用香蕉来做 rum， 因为斐济以前是一个香蕉岛，那那个香蕉岛当然是特别比较重的。为什么斐济会变成香蕉岛呢？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本书里面有讲到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有趣、哦、然后呢，包括了像是美军在马绍尔群岛的试爆的核子武器，然后后来也改变了在太平洋这里呢，也改变了我们人类对核子的想象。哦、想象、哦、所以我们把这些故事、哦、把这些故事呢把它兜起来之后，其实你不觉得大海是非常的迷人吗、哦、大海是非常的迷人哦。那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深入的去了解大海、哦、了解大海。那这次我们是从 文学 我希望明年呢我有更多的机会亲身到大海上面，然后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感受，这样子哦。那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就是我们大家轻松聊一下海这样子啊。好，那其实就是说一开始就讲这个圣经就讲太久，其实圣经里面的讲海的意象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可以讲海的艺术史啊，海洋的文学啊，就可以聊一些东西哦，可以聊一些东西哈、哦。现在斐济有深层的海底的水，对不对？哦，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来跟大家。应该说，看看你们有什么。因为我在找说还有什么书，我是伸手就可以拿到跟大海有关系的日文的，这是日文的哈，《直方外记》哈，《大航海时代的地球见闻录》，这是日文书哦，这是日文书，这本书很可爱，非常非常可爱的书。我很喜欢这本书哦，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当时日本啊，就日本人翻译中国人的这个直方。哦、这个直方外记呢，然后就开始写那个海的故事、哦、写大海的故事、哦、这个海因为还有一本吧，我、哦、这里有海的故事、哦、当然大航海时代的大全很多啦，我这边有很多书跟海有关系，所以希望呢就是再等我一下下掉下去，那我会花一点时间呢跟大家分享既迷人然后又有趣大海的故事。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我年少的时候大海向我招手，然后我就走进了大海，然后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遇到不同的人，看见不同的事情，有一些非常非常的惊吓，有一些非常非常的惊奇，非常惊奇、哦、那大部分呢就是旅行的时候，除了因为旅行没有太多的伙伴，所以那时候是很孤独的。那这你知道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开始在回溯自己年轻做过什么事情，然后想要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那但我希望它记录下来的不是流水账，而是它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留下些什么，可以留下一些什么，那这就是我想要书写的东西。那么请大家给我支持跟力量，那我去完成大航海时代这本书。好，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留言，无论是青春爱读书的朋友，或者是或者是这个脸书的朋友。那我在想说要不要送东西，让我想一下，如果有活动的话呢我再想一下。海上签书会我是可以办，问题是你们能不能来。我觉得海上签书会不难啊、真的不难、哦、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可以好好的来想思考一下。那
我希望透过，因为我一直专心专职哦，就是我希望能够完全写旅行文学，不是旅游杂记哦，而是能够像塞西格或者是保罗索鲁，或者是像强纳森这些伟大的、出色的、杰出的作家一样，书写跟旅行有关系的人事物，然后呢，将它变成一个对我们世世代代、对文字、对世界，它可以还一样可以带给我们想象，带给我们阅读的喜悦，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去认识恐惧，让我们去面对自己的懦弱，然后去勇敢的、去坦然的去迎接人生的无可奈何，这才是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到一个小小的段落，好不好？那希望呢大家能够支持，看到我们的海，今天的海，今天写信告诉我今天的海是什么颜色，好不好？那我明天的海也可以，每天的海都可以，那我希望呢就是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大海的故事。那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个小小的段落，谢谢大家陪伴哲青，陪伴哲青，书名可能不会叫我的大航海时代啦，但是就是它的意思就是我年轻那段时间跟对大海的追求，面对大海的诱惑，对不对？我觉得还蛮好的。好，那今天就到这个小段落，谢谢大家，祝大家一个美好的夜晚，那我们就下次我们再好好的聊一聊咯，拜拜。